在抓狂停电的晚上，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心跳加速缺氧，眼神的碰撞，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下雨我还要提醒你一下，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家里呢，现在有84只蟑螂，万一它晚上爬呀爬呀爬呀爬，就爬到沙发上去了。保重。一晚没睡吧？哎呦，我吓唬你的，那好端端的蟑螂怎么可能上沙发？你害虫已经看多了你。你去哪儿？我去给你买杀虫药啊，免得又把你憋出病来。那我也去。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我自己。用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包装好、花里胡哨的，但其实并不好。这个朴实无华杀虫肯定好，就这个，走走走。那就两个都买，看哪个更好使。买这个，我。
满意了吧？ 程序代码时效只有30分钟，30分钟之后它会自己不见。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有一天的工作忙得很，你就好好待在家里，什么都别干，听见了没？娜娜。 听说了没有啊？总裁已经挂掉了。从哪里听说的？嘘，公司论坛的八卦小组都在疯传，林氏集团的上层怕影响公司股价，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消息。但是股东大会已经暗暗开始筹备了。那总裁要是真的挂了，咱们不都得走人啊？我偷偷告诉你啊，你可别告诉别人。听说菲特在招人，咱们还是早做打算。 林氏集团的总裁林月坠海失踪至今已有半月，林氏旗下的 Junwei 也是风波不断，研发的技术差。今天大猛料，总裁已经回不来了，林氏集团正在暗中准备葬礼。本台记者找到 Junwei 现在的负责人求证。对于网上流传的不实消息，我们已经找了律师帮助，我们将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不要再胡乱揣测。 我有那么好看吗？自恋。那你怕我干嘛？我帮你找家呀，怕你的照片，你家人看到照片就会联系我的，这样你就能回家了。哎，别删了你！别闹，给我！你靠我这么近。 你想干，你别乱想。嗯，不对，有问题。我觉得你有问题。 你老实的告诉我，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黑社会、违法乱纪，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
如果我是通缉犯，我第一个就对你下手。毕竟你孤身一人，有秀色可餐。你可别对我下手啊！你要是对我下手的话，你那25万块钱可就没有了。你钱都没有还完，我怎么舍得下手呢？我会还给你的，不管多远，不管在哪儿，我都会把钱还给你的。只是我们现在孤男寡女住在一起，实在是不方便。哎，你就让我给你拍一张吧。所以，你是真的喜欢我走？小白，快过来，打开手电筒，好黑呀、啊！快点，手机你不是有吗？哦，对，不对啊，我记得我才交了电费的。你有收到停电的通知吗？哦，前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看到，他说今天晚上会从9点停到11点，因为电路维修，所以要暂时停电。啊，怪不得。你的手链怎么那么丑啊？我手链哪儿丑了？你是800多近视还是散光啊？那么丑的东西，干嘛一直戴着？这是我哥送给我的，可以过滤噩梦的手链。那都是骗小孩的。你要是不懂就别说话。看来你很在乎他。对啊，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了。这是什么？他带给我噩梦过滤手链，不仅好看，还会吃掉你的噩梦哦。真的？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电，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位年迈的国王，他要找一个继承人。为此，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跟他们说：“是我老了，我现在要把王位传给你们，你们三个要进行决斗，选出这个继承人。”开始之后，三王子率先丢下了宝剑。他说：“在两个哥哥之中。”我的实力是最差的，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继承这个国家，我选择放弃。现在呢，就只剩下大王子和二王子。在打斗的过程中，二王子的剑已经擦到了大王子的脖子，但是他犹豫了。就在那一刻，大王子暗算了。然后大王子就赢了。这个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国王奉行虎狼教育，连二儿子的性命都不顾。我觉得他压根儿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二儿子。可能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吧。什么意思啊？是养子。养子，你怎么了？没怎么。你好像很有感触啊。嗯，因为我就是养子。逗你玩的，猪啊，你这都信？行了，早点睡吧。我也回去睡。怎么了？你忘了拿这个。啊！我
就在外面，有事叫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有事儿你瘸着腿有什么用啊？几个老家伙今天怎么会有空一起来看我呢？董事长，看你这话说的，一是让你静养，一般的小事情我们怎么敢来叨扰你啊？是啊，老林，现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都说小月已经遭遇了不幸，公司现在也是人心惶惶，他身边的那个秘书啊，毕竟不是林家的人，无法代替小月。是啊，还是尽快选出一位新的总裁代替小月的位置才好啊。我儿子现在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呢，你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了是吗？老林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大家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了，林氏好我们才能好啊，真的没有私心。这事让我考虑考虑，我有点累了，你们请先回吧。那我们就先过去了。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掉进马桶里了。我能不能拜托你，你不要碰我的东西，可以吗？那我再帮你捡回来。你捡回来的东西，我还怎么往嘴里摔啊？有道理。跟他合影吗？必须的，我过几天就回来了。哎，能不能让我在你那儿住上几天？我不想回家，免得又被催婚。不能，这几天都不行。为什么？难道你在家里藏了男人？是，不是，不是，是公司开了一个培训嘛，然后就选上我了，让我去外地训练几天。对对对，所以就住不了了。拜拜。我发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我也可以不编，你搬出去把位置挪出来。没关系，我觉得你胡说八道的样子挺可爱的。哦，对了，记得帮我买个轮椅，要德国进口的。德国进口？那怎么说也得好几千呢。你不是快发工资了吗？你
你怎么知道的？你自己天天在说啊，星期三要发工资了。哼，吓我一跳。小心点啊！哎，走了。你这新的香水什么牌子的？特别好闻。Liu Te fragrance， 这香水味道不错，你也可以试试。哟，这不是顾安心吗？安心，真的是你啊？好巧。顾安心，这么久不见，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呢。Nancy， 你认识这个人？当然认识，我们以前可是同学。哎，你们都知道吗？这位快递员小姐就是被顾家抛弃的养女。养女就是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吗？对呀。Nancy， 少说两句，把那总名片给我。安心，这是我朋友开的公司，你去找他，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不用了，我现在做这个就挺好的。你就拿着吧。真的不用，谢谢。都落魄成这样了，还自视清高啊？人家心儿是看你可怜才帮你，真是有娘生没娘养，一点教养都没有。像我这种没有教养的人，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举动。你说话最好注意一点。走了。对了 ，Nancy， 你男朋友的那个项目，我们公司不打算投资了。这是高层的决定，请你务必转告他。不是，心儿，顾心儿。向爸爸打小报告，我没有，就是你那个野种，自从你来了以后，什么都变了，就是你。
除 MP 跳伞还有 MP 跳伞。你到底想做什么呀？啊！我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呀？我跟你说话呢，我才是受害者，你干嘛是那个样子？你怎么了？干什么？没什么。你杂志拿反了。我给你算个账，今天的责任你全权负责，修理费490。扳手30，生胶带10块，弯头20，水龙头35，水管53.23，钳子15，一共是653.23。知道了。这些东西就明天再收，但是你也得帮忙，瘸着也得帮。
틀렸어. 모든 다 잘 어울리지만 버번이가 특별히 더 잘 어울린다. 아, 네. 아, 이건 내가 한 말이 아니라 나를 아껴주시던 대선 선생님께서 직접 하신 말. 어떤 분이신데요? 제가 아는 분이에요? 아니, 어머니 지은등이라 김비선 차장님. 어릴 때부터 나를 무척 아껴주셔서 종종 내어서 직접 안으로 들어가셨을 텐데. 직접이요? 당신들 친조카한테도 안 주는 옷인데 나한테만 특별히 맞추신다고 하셨어요. 준호? 你不冷吗？啊，天气预报说今天30度。是，室内外温差大。奇奇怪怪。这里有东西，哎，就我帮你吧。你知道一个瓶盖上有多少细菌吗？多少个？159万个单位。哇哦！还容易牙齿受伤，导致牙周炎、牙釉质。嗯，听起来挺吓人的。你赶紧吃吧，吃完我们还得去医院呢。医生，你真的确定都很正常？肯定正常，他又没伤到其他地方。我弄疼你了？没有。哦，这医生结婚了吗？嗨，羽绒医生啊，女朋友都没，跟谁结？我们医院工作太忙了，都没时间谈恋爱。偶尔吧，会在家里走。你呢？没有。那你有女朋友吗？在那儿。你们不是兄妹吗？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哥哥和妹妹的叫法吗？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啊，他这个腿是好的差不多了，嗯，但是我现在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就是他经常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脑部 CT 检查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病人受到创伤后心理受到了冲击，这需要你们病人家属慢慢的帮助病人恢复。他能走吗？挺好的。没受伤吧？这有什么事儿？我是练家子。练家子？突热接快递。你等会儿，都擦破皮了。这有什么小问题？干嘛？不疼吗？不疼，小伤而已。
小伤我自己来吧。洗澡啊？你洗澡也不用在我面前脱衣服，你进去脱。哦，对了，忘记告诉你，那个早上花洒坏了，你今天只能用浴缸了。你先去洗吧，你洗完我再洗。我需要你帮我。帮你干嘛？帮我洗澡。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还是说你在期待什么？你有什么好期待的？你脚受伤了，又不是手受伤了，平时都能好好洗，今天洗不了。可是我今天要泡澡啊。那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在于我一个伤患人士没法躺进那个小小的浴缸。自己想办法。100一次。
顾安心，说。缘分离弃，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